大家好，我是臭Z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部分游戏环境的调整。游戏环境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动，所以我们赶紧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调整吧。那么以上就是部分游戏环境的调整，之后官方应该会发布完整版的改动，到时候再快速给大家整理成一期内容吧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期影片非常有用的话，记得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那么我是臭Z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